身进入新的天地之时，才将另一部分荣耀最新鲜在迦南之地，使漆黑如夜的全地发出一丝光亮，让全地都来救此之光，让全地的人都来借助光的威力，使神的荣耀更加增多，更加增多，重新显现在列邦，让所有的人都发现神早已来在人世，来在人世，早将神在以色列的荣耀带到了东方。因神的荣耀是从东方发出，是从恩典时代带来，转而到了今天。但神是从以色列中走，从以色列中走，神又从以色列转到了东方。渐渐发白之时，全地的黑暗才稍转光明，人才都发现神早已不在以色列，而是从东方重新升起。神不能在以色列降临，再从以色列走，之后仍在以色列降生，仍在以色列降生。因神的工作是带动全宇地，而且闪电是从东方发出，直照到西方地，所以神是降临在东方的，把迦南带给了东方之民。神要把全地之民都带到迦南之地，所以神在迦南之地仍然发声说话，控制全宇。此时全地无有光明，除迦南之外，人都处在饥饿寒冷的威胁之中。神要把全地之民都带到迦南之地，所以神在迦南之地仍然发声说话，控制全宇。此时全地无有光明，除迦南之外，人都处在饥饿寒冷的威胁之中，人都处在饥饿寒冷的威胁之中。